走了，厨房加的满度。他买这个好不好？买啥？他这里红红的、白白的。哦，就是个干粉。高兴，不要害了啊！赶紧走了，快快快！My God， 它热嘛是吧？热沸，把衣服给它脱了，上了车光着膀就行了，嗯。哎呀，不要害他了，赶紧走。咱们每天主要是出门这个有点费劲，出了门就好了。光着膀让他算了，来高兴，对，这个我买过几个是。哎呀，主要他出汗嘛，一出汗身上起红痘痘。这里，嗯，抹一下就行了嘛，说起上车也能抹的话，我在车上你哪怕抹也漏了给他。我和包子还是抹一下水的。嗯，抱在车上抹也行了。什么叫时间？你们都把时间都浪费了，那别收拾了，回来收拾。啊，走走走，高兴 ，come on， 走，走走走，对，走了。好了，我靠，那家都蛮重。为什么这个路过？门又不用锁了。用了呀。妹妹不回来了。我没回来，也不说她来不来，不知道。嗯。不行，放车里面吹上空调给你，就凉快了。又开始热了，这个温度高了。啊，玉老师，到家走了。妈，两个大夏天火锅整起了。两个风扇，一个都不能有了，咋不烂了？太热了。你家家里面东西全部把你扔上来了。嗯，这两家房子叫外面叫这个。哎 ，Good morning， 嘿 ，Morning， 哎呀，晚上睡好吗？哎，哎高兴，哎，昨天晚上来了晚了，差点让蚊子吃了。哎，小姐，咬了你几颗？很多。把高兴咬了好几颗。100颗。哎呀，把我身上咬了大约20-30颗。好，我们哪来这么多蚊子？本来累，睡在这儿，整个就像睡在蚊子堆里面了。凌晨5点钟天亮了，起来，一家三口打蚊子，烧鸡也打，我也打，高兴还帮忙打呢。看看这蚊子猖狂吧。小姐，那出去吃早点，别给高兴吃那个面包了，咱们出去吃点早点。嗯，给他要、okay. 给他要碗稀饭，要两个鸡蛋。嗯。走走走走 ，Come on， 高兴，来大城市了，去叫你吃早点，不能吃面包。嗯？嗯？走吧，把那面包给他抢了。嗯？叫高兴，他生气，生啥气？为啥生气？为啥生气？饿了。饿了，走嘛，去走，出去吃去。走了，高兴，走。哎呀，说你生气，你还真生气了。你头上散了奶油，哎，啊，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头发散了，知道吗？完了，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吃早点去。走 ，Come on， 过去，走，吃早点。把鞋穿着，走，吃早点。进去，高兴。过来嘛，你先。你先走，怕了，两个不敢进去。嗯。你什么怕我？我怕干嘛？你是不是？对。高兴。他不吃。嗯。看看这个，把我衣服掏出来嘛，他又擦。没关系。这种的好看。嗯。都有了，来，走吧。
你像他们刚刚干活，你说他们呀，站起来，站起来都站起来了。敢站吧？这牛肉干吃多了，这是。嗯，是吧？小小还没回去，在泰国了。在泰国。哎，刚刚。好了，走，赶紧出去一趟。行了啊，你过来这儿搜刮东西来了。上次开心还给他好像拿过一个栗子。可以吗？那你就带来吧。这个可以。阿姨。看起好酷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谢谢你啊。啊呀呀呀！走了走了。那你没事，咱们一块儿走吗？那行。我也没事，我本来今天不想开门。那走，放在一块儿出去坐会儿。看看看看这是啥了？中年友谊。万古长青，小高兴以后就在这儿学习了，估计。哦，一块儿也有孙悟空了。啊。嗯。哎，不疼了？嗯，刚刚弄了个狗吃屎。嗯。把嘴还摔破了，流血。嗯，哎呀，越牢了你。哎，司机，你保住过来。嗯。那你给他发位置，我先出去，你一会儿跟他一块吃就行。嗯。那你跟保住一块吃就行了，中午，下午咱们回。嗯。嗯。下午回博康了，稍微凉快。下午。哦，凉快。下午飞机什么时候走？南昌到。哎。南昌到。明天早晨到啊，明天晚点走嘛。库马斯从那个他们老家拉汉给弄过一车皮带那个芒果来。安排了啊，妈妈。我顺便好给咱们送的，咱们带回去。他那包芒果熟了。哎，你那天去几个那吃那个芒果不好吃？好吃啊。嗯，那就少买点了呀。不是买，库马斯给送的。他们家熟了带过来的，好吃呀！今天顺便拿带回去，放在冰柜里面把它保鲜了，要不冻了。高兴，哎，高兴，老和你了，老弟，你不要他趴那看就行。现在和尚不吭声了，你看你那个牙齿，哎。哎，高兴，来来学，来爸爸看有没有了，来，自己弄了个狗吃屎，出的流血了，哦，啥韦小宝，消防员哇，还有韦小宝。